老板，人来了。哟，陈老板，挺准时啊。又不是第一次了，大家守规矩。这帮吃干饭的警察怎么还不来？看看货，钞票。你他娘的，你就要抢我货一点！你他妈换规矩，先抢我的货一点！是你他娘想抢我钱吗？啊！拿着钱，来，干什么呢？好了，怎么了？哎，好了好了。